老四啊，你说你今年也长大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应变能力也快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还特别诚实，是不是老四啊？而且呢，审美观也好。对，老四啊，老爷问问你啊，你说我跟石榴，我俩，俺俩谁好看？老四，你选一个。老四，你选一个，俺俩谁好看？四哥，在你心目当中，俺俩。啊，这俩差不多，老四啊，好，老四，我再问问你啊，老四啊，你说我俩之间俺俩谁丑啊？老四，我跟石榴俺俩谁丑？老四，谁丑？啊？谁？谁？谁丑？老四，你再说一遍，谁丑？谁丑？啊？谁？我有啥数？一、二、啊？谁丑？老四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啊，好样的啊，老四啊，好孩子。